好，再看到澎湖现在正在警戒范围之内，清晨4:20，东极岛测得的平均风速达到12级，瞬间阵风达到14级，马公瞬间阵风达到11级。灾损方面，截至6点之前，陆树倒塌有建物损毁有4件，路灯杆损毁1件，招牌掉落2件，花屿村电力停电1件，还有其他的零星灾情。县府提醒各地风势持续当中，请注意防灾。